砂石车，正往北上往龟友方向驶去，目前正在跟踪中，请立刻派人支援。这部砂石车的司机刚才沿路张贴栗子的海报哦。嗯，了解，我要两面夹攻，让他无路可逃。嗯。啊！太过分了！栗子大游行哎！这两个孩子真的有停下来看红绿灯，很好。栗子，砂石车被我们跟丢了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是那台吗？